为着迎接新的一年，埔主市公所邀请嘉义县书法协会诸位老师举办喜迎新春挥毫敬春联活动，嘉宾将共享新春年节的喜气，并且开放民众免费扫出春联以及门神的春联，和民众感受到过年的闹热气氛。埔主市长吴品瑞表示，喜迎新春挥毫敬春联活动邀请相关艺文团体参与，和民众就近欣赏书法文字艺术之美，出席现场手写春联以及扮演门神春联，做伙感受春节欢乐的气氛，并期望透过活动串联促进地方文化盛事，和民众提早感受过年的气氛，共同迎新年。兔林蒲城紫气生，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今年呢，一样埔子市公所在铁字路公园这个地方举办春联挥毫送春联的活动，要来送给所有的市民朋友们。那今年一样邀请到书法学会的所有的大师们来到现场，写春联。那今年是兔年，那去年是虎年，所以每一年我们这些书法学会的老师都非常的用心，都自己准备了有关于当年的一个吉祥话，要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那到现场之后，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字体，然后来排队请老师们来写春联，然后带回家，希望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朝气，然后大家可以心想事成。那非常特别的是，有一些市民朋友们他有比较喜欢的字句，那也可以拿着自己准备好的字句来到现场，然后请书法老师写好，然后再带回家。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老师的句子，你可以挑选老师的句子，亦或者是自己准备好喜欢的吉祥话，然后来到现场请书法老师们帮你写好，然后把这个福气带回家，希望新的一年都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在花莲传统文化习惯，在春节期间打春联是花莲社会一项重要民俗节庆活动，常常以吉利吉祥、喜庆的贺岁春联打在家门，象征独孤报新，以迎接新的一年来临，欢欢喜喜迎接兔年的来到。和平将在多元的迎新活动当中，感受到春节浓浓的吉祥味，未来年吉安求福，希望每一个人拢幸福美满、健康平安顺利，和平将欢欢喜喜迎接兔年的来到，并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新新闻将来成埔主持采访报道。光宗大建。正在实现，无人机国家队加油！特征国家法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嘉义是台湾的新兴发展区域，我们应该充满自信，摆脱悲情。我希望未来四冬，各行各业一起勇敢超越，追求更好。今天签的这第一个公文啊，是有关于嘉义县啊要成立前瞻策略啊发展委员会啊。这个三个月内啊，我们必须要定出龙工大县的行动纲领，给嘉义县政府拟定更清楚的方向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学校的课桌椅的汰换计划啊，我们逐年来做汰换啊。因为少子化越来越严重，我们透过生育津贴的提高，那跟大家宣示啊，我们重视少子化这样的一个议题啊。那第一胎原本现行是补助12000，那我们第二胎我们就加码到24000，那第三胎就36000，那第四胎以上我们就10万块。用力耍废，用力耍废，用力耍废。看到一大堆壳壳堆成的山。几百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嘉义县第一个来做这样的工作。渔民把他不要的东西，他可以换钱；就政府来讲，他可以减少污染，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海废变黄金。